안녕하세요여러분这里是慧学韩语我是雨琦老师想要学习更多的韩语知识欢迎加下屏幕上的老师我在这里等你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韩语是오늘의날씨가어때요오늘의날씨가어때요今天天气怎么样那这句话呢在韩语里面是经常能够用到的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常的询问天气的一句话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像中文里面一样很冷的一个搭讪哈那其实这句话是很简单的我们先来学习一下里面的单词吧首先第一个单词 오늘 它呢是一个名词表示的是今天今日那第二个单词 날씨 它呢也是一个名词表示的是天气哈那顾名思义看到这两个单词的话我们基本上知道了今天天气那肯定是问天气怎么样是吧那这个句子里面它有一个 A 这个 A 呢它表示的是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오늘의就是今天的那날씨가这个가呢它是一个主格助词哈它出现了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句子它的主语呢其实是날씨就是说它问的是天气那오대요这是韩语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疑问词哈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意思어때요经常用于询问别人的意见啊或者是看法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이거어때요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啊就经常用到这个那오늘의날씨가어때요今天天气怎么样这句话你学会了吗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们课程的话欢迎点击收藏关注投币想要一起上更加深入的韩语课程的话欢迎加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哟안녕